上持续着吟唱，头顶被淋下的雨光，我换上最近新着装，黑夜让它灵感紧张，惊涛冥想去鸣叫领教，无论怎么想都对呀。Anytime and where, let's bring me up, bring me up, 有限的错在。Bring me up, bring me up, 畅想着未来。Bring me up, bring me up, the light is burning my eyes. Bring me up, bring me up, bring me up, to the sunrise. 利士康乳清蛋白粉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酒鬼酒山水性格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歇会儿，我走不动了。你啊，就是常年在办公室坐着，缺少锻炼，要多健身啊。你要不要也歇会儿，缓一下吧？再坚持一下。啊，不愧是你，就算把全世界高温都油炸了，还剩你一个直的。歇会儿吧，我不行了，啊，走不动了，啊，上来吧。干嘛？你不是说你走不动了吗？上来。不用，我歇会儿就行了。没事，快点吧。不用了，我歇一会儿我就能走了。快点吧。真不用了。快点上来，快点上，赶紧赶紧。哦，要不是知道他跟上田静的关系，这眼神谁定得住啊？哎，那边好看。给你留个纪念。海王，渣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点小心思，有女朋友还想泡我，哼！得看看你们俩呢是什么阶段，一共有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哎，你看那个地方好像很漂亮哦，我不知道那个哪个，就那个什么，就是你没看到吗？哦，你说那个灯是吧？对啊，很漂亮啊。
妈就看好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啊。嗯，还没睡呢。等你呢。早点睡。喝什么呢？他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哎，那什么呀，拿来看看。嗯，这是。哎。啊。什么呀？什么情况？你不说你能搞定吗？啊？你哥怎么跟兰溪越走越近了？是他们同一个公司呗，防不胜防。不行，你得加把劲儿。我觉得你特别不好。为什么？直觉，反正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你听见没？啊，我继续努力。必须努力，不能放弃。喂，啊，我是，对，沾水性格中标之后一直都是兰溪在负责。广告拍摄，很急吗？啊，好，我安排。喂，你干嘛呢？周末可能要辛苦你加个班啊。我之前的一些想法都放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了，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你早点休息。你怎么回来了呢？你男朋友呢？不处了？他还在国外呢。你怎么？对不起，对不起。秦之行，秦之行，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了？你如果对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就不要做一些令人误会的事情。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暧昧游戏。你都知道面对客户不能够广撒网，为什么感情上你就做不到呢？那你是上钩了吗？对，我是上钩了。当我没说，你们继续。这姑娘挺冲，是吧？没吓着你吧？还需要我帮忙吗？没事了，走吧，吃饭去吧。嗯。怎么不开心啊？来，我请客，庆祝你荣升副总监，离恢复原职只差最后一步。没心情。嗯，好吧。那你自己先喝会儿，一会儿我陪你来哦。哈嗨，我跟你说啊，我又写了一首新歌。你怎么又喝酒啊？哎，你过去，我给你听听我的歌。你放开我！脚踩几只船，你还好意思来找我？我，你走开！我不想看到你。我惹你了？哦，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哦，你之前跟我说你跟你老板关系不好，是指感情上？你们真的长得太像了。没事没事，那既然这么像的话，那你不如跟我试试，我肯定专一。别开玩笑了，我认真的。你不用着急拒绝我，你可以给我个机会，哪怕一点时间就行，好吗？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城市们，偶尔也听他们说，说什么？你曾想我，生活吗？反正都要新生活，活着吧，把我忘了。Yeah.